班代理张先生，张总经理。张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台法兹尤里钢琴啊。那因为我在6月26号的这场听见贝多芬音乐会的演出，选用了法兹尤里的 F278 这个型号。是是是。那这台琴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选它。好，那现在我们先请张总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兹尤里钢琴的一些特色，好吗？法兹尤里它应该是说它可以，它拥有差不多其他的厂牌所有的优点，但是法兹尤里有的优点其他的厂牌没有，像它的双重共鸣音阶不一样，还有它的响板是取材是斯特拉巴小提琴的同样森林的那个木头下去做，然后还有就是它有很多人性化的地方的设计，还有它研发世界最大的钢琴，还有就是它的特点它还有研发第四支踏板。第四支踏板，它是改良是第三支踏板的缺点，但是用第四支踏板的话，就多一个选择性，你可以弹弱音的时候，声音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好，简单来说，法兹尤里目前呢有全世界最大的型号，那个叫做 F308， 对，308公分的长度。对，那我们现场在现场就有一台哈，等一下再照给大家看。是，现场就有一台是全世界第一台的308公分的最大台的钢琴，就在我们台湾这个法兹尤里中心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参观和试弹。是是。然后刚才总结一下张先生的话，就是说法兹尤里钢琴的优点有很多，而且是很多其他的琴行是无法达到的。那我个人觉得他这边有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高音域特别的亮丽。那这一次我选择用法兹尤里钢琴，主要是因为我要弹奏这首叫做 Hammerklavier OP106 的这个贝多芬奏鸣曲啊。这首曲子它很特别，就是它写了非常多高音域很亮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作曲家他内心的一个理想的声音，因为当时的古钢琴其实高音域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亮度，但是很有可能就是说贝多芬他赋予钢琴一个更重要的想象，就是他希望钢琴可以有这么洪亮，或者说这么有意思的这种声音。是。那为什么特别选用法兹尤里？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因为法兹尤里的那个act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触键的那个速度，我觉得可以达到很快，是，而且很有弹性。是是是。那这个是我自己在做这一首曲子诠释的时候，觉得想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跟一般其他的厂牌比起来，法兹尤里的钢琴它在这个弹性的控制上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准和要求，是是，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是是是。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法兹尤里钢琴带给我们很棒的地方。是 是, 是。好，那谢谢张先生今天的介绍，然后也请大家就是欢迎6月26号来到国家演奏厅来听我们法兹尤里278的表现。是，谢谢大家。也预祝演出成功。